Hello everyone, this is Nash. 最近呢，在国外的健身网红啊，流行一个挑战叫起身挑战，也就是呢，把这一根棍子啊夹在你的双手后方，夹好以后呢，你的双手这样握好哦，然后整个人趴在地面上，然后想办法呢，在双手不介入的条件下呢，你能够成功的站起来。那听说有些厉害的健身大神呢，大概要花20秒、10秒，好快的话可能5、6秒。我们来实测一下，一个平凡的物理老师呢，大概需要花7秒啊。我们来实测一下。那这个因为一开始要趴在地面上，我先把眼镜给脱掉，我把眼镜换掉。好，我们来实测一下。啊 ，Holly， 你赌我几秒钟？你猜我要花几秒？我不知道。预备，好，开始。3秒。几秒？我觉得不止3秒，但是是至少站起来的。OK 吗？我估计应该有个6秒、7秒，对不对？有10秒吧。现在来换我的女儿。小朋友来挑战看看，好，欢迎第二位挑战者。好，我帮你数哦。来，大家脚先不要预备，好，预备，开始，1、2、3。等一下，你的手没有抓好，我们再挑战一次。好，两只手要抓好哦。好，预备，开始，1、2。很厉害，很厉害。好，其实呢，这个都是要先练过的哦。我觉得关键还是这个脸皮要够厚啊，那个头支撑的力量，还有那个脖子力量哦。而且第一步最好就是先锁脚，好吧？这样你才，因为人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就要直接翘起来，所以还是要想办法先锁脚，然后这样头的这个跟地面的反作用力呢，把你给震起来。好了，就是一个没事无聊的挑战，各位在家不妨可以试看看，好，最好找坚固一点的哦，不然有可能会直接被你现场就给他。